In 200 meters, turn right. Turn right.这个 Civic 是我们的吗？不是的。In 300 meters, turn right. 跟我们同一个时间出啊。地上有一点事哦。然后我跟他们直接 pace 跑的，挺厉害的。我觉得后面那些应该是里面有。Turn right.上滑哦，哎呦，阿峰 ，Is that 阿峰？哇，这个 RS4 的 wet grip 好像不错哦。全部都是 Ford Fiesta Focus ST 啊，我们突然一个 Honda 跑出来，哦、他们不是讲有美根没看到？美根在后面。哦，是哪一代？上一代应该是2015那种啊。啊，不是那个最新那个、啊。我看到最新的很多 Lady Over。我的。那么劲，这样劲吗？加那个美诺？我不觉得啊，我加美诺啊，我加第几代？阿弟来的 ，last time 我这个我想比一个 good 的，我买 R， 买个 R 是吧？我那刀我看到哎，阿弟还是不厉害。阿弟，阿弟去买菜加那个什么？哎，那个很硬哎，你讲，比这个硬很多。这个你看我放在 Plus R 都很舒服啊，也是18寸嘛，20寸的时候会。你好啊，今天是第一这样面试我的台湾外太没有讲配套。我的那个 intake
换了你原装的。哎，坏呀、啊！忘记放你我那个。你 service 拿下来的？啊 ，service 我，他们一定是拿掉我的。啊，换原装。我没有放我的 KNN， 然后他们 claim 我的 KNN 有 damage。好，我看是没有了，然后再拿来考考一下。是哦，一定会听到，之前会有那个哈、哦。哎，前面是阿峰哦。Do not overtake。不要啦，我在阿峰后面就好了啦。不要 overtake 他。别投石头 ，V1730 的一样。康货便宜吗？你是不是？康货啊，这个弹药多少钱呢、啊？你要问一下他。But OK 啦，我手法是用到 wet grip 也不错啊。哎呀，这样多扯一下子，前面就知道完了。Lorry， 那边有没有 van？ 他们很 steady drive 啦， yeah, 会乱乱来。But steady means that 你不要拍长路 ，always wait for 那个 opportunity。But 那个 van 也是很，听到阿峰那个，那个哇！车停下很危险。哎呀 ，be yours 啊！来不及换牙，公里快 ，respond。My view。
one by one bro， 不要这样急啦，后面他的马力哪里可以一下子割到这样多辆。不老诶，那个 stone chip， 现在啊，Ref match， 有一点小推头。第三次哦，小推头是因为那个台是喽。上很多沙，变成前面的打过来给我们勾力哦，我看后面也是中国勾力。Slow down in the town。Stage one， 几快到这边了，哎，没有什么跑道哈。很硬哎，什么发到完？如果你刚刚全部 tap 的时候啊，那个，啊，因为我看闲了，全部 generation of type R 出现负了耶。
面那个应该是 clad 的，因为 clad 换了 carbon fiber hood 的。他跟我讲。哦，是，看到。啊，波塞 AMC 啊，啊，还有波塞，就是那个他的是半引擎过后，他有去做这些东西，然后过后就看到，哎，过年蛮近的，他们真乖的。割完了因为那两边啊，喂，没有哦，一百六，我这样定量啊，车 ，ST 就是 ST。下面你懂吗？我不懂，我也不懂，哎，我只是没有去 Premier Auto 罢了，哎。哈哈 ，Miss Gear。跟我家 Mini Cooper Countryman 完全不一样，哦，跟我家 Camry 又不一样，跟我家，哦 ，sorry， 我听错了，我以为你讲 Nick， 因为我以为你看到那个 model 是 BMW，Nick 哦 ，Nick， it's double line gear， 它的 absorber 坏掉了，后面它的车一直降。你看他左右屁股，top， 蓝色 top for you，
外啊，你才玩。下面有一个小亭子，哦，我懂哪里有啊，旧皮不卡。OK 啦 ，first experience，first time， 娃娃ini FK 八 ，FK 8 datang ke sini 啊。Boleh tahan lah. Tak tahu handle lagi. Bos baru mana besar.妈了哦！好嘞，嘿嘿。我差点要讲他们。
好了，各位啊，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 POV 的朋友们呢，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哦。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拜拜。